银行家少爷有钱。我说普普啦，进虎啊。金虎，你刚才听我说普普了，你走了，你不愿意听见普普呗？你不愿意听普普是吗？你真是讨厌死，你知道吗？盘点大熊猫金虎话痨出圈名场面，门安碎碎念是跟舅舅学的吧？不许欺负聪聪熊，太费劲了，不许欺负聪聪熊。哎，你装听不见是不是？你上哪儿？金虎啊，好，再不说你了啊！你可以随便欺负聪聪熊啊，你说的算，你最厉害了。金虎，你胖不胖？你也挺胖。金虎，你帅不帅？哎呦我的妈！3000 years later. 媳妇儿的经常打仗啊，你看我这光棍没有忧伤啊，光光光说喜欢妙音。哎呦我天哪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妙音呗。哎呀，喜不喜欢飞云？啊，喜欢妙音是不是？大伙就喜欢妙音哈，但是不行啊，你是当舅舅的。今天520，你不跟勇勇表白一下？不，你说我勇勇我喜欢你，勇勇，咱们俩一起吃竹子吧。啊，挺乖的哈，这是520的表白，知不知道哈？要认真一点，不要忧伤啊，听没听见，胡子？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，就你没有，他们也没有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大胡子，大胡子，啊，不要上火啊，啊，他们也没有媳妇儿，啊，嗯，对，哎，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。我就告诉他没有媳妇儿，你在这说你有，你就给我走开，你气人呢，不用听他的，啊，是坏孩子。啊，你是好孩子啊，乖的呢啊。金虎啊，你不能每一次都去借人家的水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去吃喝人水，吃人竹子啊，你没有吧？我吃这个。你听我说哈，每天都是定时定量的，对不对？这本来就比两个女生吃的多，你还怕能好？这么做不对，知不知道？啊，小熊精，听没听见？啊，大虎子，都听不见哈。金虎，奶妈叫我干啥？你睡了。没有奶妈，我在思考。哎，啥时候能脱单啊？国宝咋也不分配对象啊？真是烦死熊了。